三鞠躬，蹲大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检点正直，该检大鞠躬，蹲大鞠躬，党举位平安，请认平安，请坐下。敬爱的冯检察师，心里的各位学姐大伯，大家晚安。请问晚安。承蒙天恩师德，祖师的洪慈，我们师尊师母老大人的大德恩，我们的何老先人过去的五大牺牲，我们一手大仙的神岩山的建立的道业的基础。加上我们周先生一路来引领着我们在同修共伴，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各道场的领导点灯师，在点灯师的一路引领之下，不止的这个身心的辛苦，也不惜的自己的生活上的付出，那么累积了道场中的点点滴滴的很多很多的殊胜因缘。因为今天晚上后学会用普通话，在大陆叫做普通话，在我们台湾叫做讲国语来讲，是因为今天晚上来参班的一位贵宾啊，是我们来自于远方山东青岛的李梅学姐，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呵呵呵呵，哦，哇，欢迎。坐下。好，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对台湾可以说是都是第一个印象，啊，第一次的接触，都是啊，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惊奇。那么在这两天当中呢，他有深深的感受，发现说，哎，我们台湾人真好，啊，这边的人文啊非常的棒，而且环境也干净，空气也很新鲜。那么台湾的美食，台湾的水果，很多呢在中国大陆事实上都未曾去尝试过的。那么他在这两天当中呢，可以讲说是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去感受。那么他能够从山东这一次呢来到台湾，最重要的因缘就是上天的慈悲。今天因为道已经传到我们的神州大陆去了，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呢，去到了青岛，而青岛的很多过去修办的前贤大德，包括近期求道的一些修义姐妹，大家结了这个善缘。那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对宗教尚未在开放之际，那么台湾的很多各单位的点灯师、很多的讲师、前贤大德，他们也都到大陆各地去开花播种。那么后学也承蒙上天的慈悲，最重要就是我们洪点灯师啊，对后学特别特别的这个眷顾。在
2013年参加了暨统大典之后，借着暨统大典这个因缘，啊，冯典老师特别的给霍协一个学习的机会，派霍协到山东去。那霍协其实呢，在早期本来是应该会到泰国，因为跟我们的那个啊侯董的太太，我们就是林助理，各位认识吗？我讲国语，国语你会听，该食啦嘛，对不？国语搁听不啦？是，国语会听，会听较未安尼清楚，对不？一半一半好啦。哦，一半一半啊。哦，啊你点头师傅交代啦，讲吼，来这学习的时阵吼，咱就当讲卖传讲国语。啊嘛，卖全讲台语啦吼。如果若讲专门讲国语的，可能有真人哦，听会较吃力，较吃力啦吼。啊，但是若讲台语呢，有一个人搁较吃力啦。你呢？他伊真正完全拢听。啊，所以一个班内底讲起来要讲讲到面面俱到，真的是很困难。接下来咱的旁边的书道，这个深厚的功力吼，因为有他阿哥的学习过。那所以咱就用一半一半安尼好唔好？啊、哦，一半一半，你知影啥意思无？迄一个故事讲吼，一个故事啦，你讲啦。收国语的。啊？说你为什么都不收国语的？那先一半一半，我先讲一半一半的故事。在那个北京，北京啊，北京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一个首都。所以这个首都呢，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包括中国大地的当地的很多各区的各省的去游玩。那其中有一个人专门在做这个卖兔子肉的这个生意的，特别拖把对吧？去到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个北京挂的扛棒工吼，专卖兔肉店。哎，讲好，啊，遐专卖兔肉店哦，伊想讲吼，去甲试看卖，看伊只兔仔肉甲伊卖兔仔肉同款无同款。啊，去到有伊时阵讲来，伊迄边个北京大陆人哦，因叫这个咱哩讲个服务生啊，拢叫啥啦？服务员，服务员就是讲服务生啊。哦，啊，因全国讲个拢都是叫服务员啦。好啊，服务员来到跟前的时候呢，点了一盘的兔肉，啊，给我一盘上好的兔肉。结果兔肉一端出来之后呢，他马上筷子夹了一块往嘴巴一送，诶，不对啊，怎么吃起来像马肉？马肉就吃起来有点酸的味道，啊，兔肉是没有酸的味道。然后他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这个兔子的肉怎么酸酸的？是不是马肉？”这个服务员一听到这个客人这样讲，哦，客官你放心，我们是道地的北京最有名的兔肉专卖店，你放心。他说，但是我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又夹了一块往嘴巴一送，还是一样酸酸的。那就叫这个说服务员过来说，你这一盘我吃起来就像马肉，你怎么跟我讲是讲兔子的肉呢？那这个服务员他终于知道说，哎，这个人很内行。就很跟他一方面哈、哦，就是应付啦，再方面他应付啦，啊，一方面就讲讲分析咧，讲最近拖啊吧，他欠款哈，有参与叔叔啊买肉的啦，好、哦，啊，伊讲有参与叔叔啊买肉，所以你食的酸酸的，有影是买肉，啊，但是呢，我这是专门你卖拖啊吧拖啊店，啊，伊搁食一嘴，搁发觉讲唔对咧，他食了拢酸酸拢买啊吧，好、哦，伊就作秀伊讲。服务员，你这明明规盘的拢总是买肉，啊是咱拢拖肉。那服务员看讲吼，这情形不对，讲吼，先生，对不起呀、啊，最近真的缺货严重，那我们就一半一半，好、哦，一半马肉，一半兔肉。结果呢，他又夹了一块往嘴巴一送，吃不夹了，
同款是酸酸的，好，想要抓狂你呾无？伊讲到底你是掺偌济安尼啦？伊讲这是土鸭肉，我食着敢若马肉，啊你讲一半一半掺偌济？伊讲一半一半，啊着一只土鸭配一只马肉，好啊，你个想法，一只马配一只兔子，啊也是一半一半嘛，因为一匹马也是一个嘛，啊一只兔子也是一个，啊所以一比一哈，刚好一半一半，啊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我们生活上碰到很多诸事的阴影，就像今天平安林来跟我们和谐的幸福同伴，那么有他常接到我们跟老师的指引说，会用给我们和谐来学习这个六祖坛经，他和谐站的不像不知道是之前林丹那个郭林那个咖啡他跟弟弟也差不像不像反正我们说不知道要怎么说伊个六祖坛经应该是咱个天龙师傅吼，伊个传统较好啦。啊，但是后世之命吼，依然是天龙师傅爱咱来学习，那么有下呢，有多人起来加较好一些意念。再方面就是讲，咱已经不难当有法意念，对不对？吼，伊有法去山东甲算算个吼，2013年甲即马2016年已经三年。啊，日子顺着安尼过三年，啊，一晃三年，三年就1000多个日子，啊，所以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呢，玉华妈真久无来甲咱个天线个，但是玉华姐嘛感觉吼，你讲我讲一个，感情啊吼，因为你定啊伫只开班伫只学习伫只强修吼，你可能感受袂到，玉华感觉讲吼，咱入来咱这個天线。我们就用那个神清气爽，是金额的哈，也是在恭喜我们刚刚讲非常的清楚，啊，各处你个看，那么干干净净的，条理分明。他后生想啥呢？想着讲，那去郭里这边刀，郭里这边刀干很干净，嘛是安尼条理分明，干干净净。尤其拄啊，你拢唔知啊，你老感受哦，拄啊后生去变数哦。好、哦，你进来去简单去洗手间啦、啊，啊，洗手间简单来盖边啊，先用用料或者进哦，哇，迄、那个地板呢，光可见，你看迄瓷砖啦、啊，瓷砖路板呢，比迄个人原本新的瓷砖光金，你唔有感觉无？有无？当然你有感觉，有啊，有哈、哦，啊，是不是？这拢是咱的坤大吼，伊的功劳对不对？嗯、啊，咱爱家己鼓励啊。嗯不是拍拖啊，用拍拖啊无够生意。来，即马吼，请各位青年人举手照着啊，伸出来吼、哦。啊，多一个，咱安怎称呼啊？啊？哦，林太太吼、哦，哦，我台有咧感恩你家咧，甲我经理家做啦。哦，安尼是来讲哦，即个无简单哦。咱来吼，咱的这个林太太爱鼓励，鼓励咱先来用一个小小的游戏嘛。有嘛？讲爱了一下就拍一个，爱了两下就拍两个，好不？爱了三下拍三个哦，来，双手举起来，爱的一下，爱的两下，爱的三下，爱的五下，哇，一盖都好水啦，一次就 OK 了，啊，好水去代表吼，甲代表下一寡。这个家长跟老师一样哈，别玩这个爱的一下两下三下五下哈，哦，一定改变啦，哦，我让你拍拍子的改准哈，可见讲咱的修炼之间，天地不是个奇妙，但是或许用来讲讲哈，那真到拍拍子哈，拍唔着拍子啦哈，人家去来拍摄，台顶唱一条歌，这条歌讲完了，讲爱还来唱歌，大家都拍着，好，可见讲有真心跟无真心哈。来，咱来和林太太，我们要给她来一个爱的五下，爱的五下哈，那怕我们要哈，我来讲三个，讲你真的好棒，来大家讲一次，对，开始，你真的好棒，不光我一哈，林太太，你敢不敢建立盖世情侣？哇，这是，或者看呢，盖世性侣当中哈，始终中盖中有盖情侣，你一见我情侣，尤其那变数那太多个。因为好像做见着吼，拢注意黏黏格格吼，无啊一点点垃圾啊，
这是不简单的，那太远不能你直接直接，我那我那去读哈。努力，他配你啊！来，我们大家双手举起来，给我们的林浅浅来一个爱的鼓响。你真的好棒！我跟你讲，天都生意无够，一点啊欢迎你们啦！拍五个哈，请各位青年，你的面啊发过来，看下面啦。等到拍五个时哦，你讲你真的很棒，两只手两只手啊，压出两个那个大波浪，啊，比向林太太讲，你真的很棒。好了，再来一次，来，双手举起来，爱的鼓响。你真的好棒！哇，真好，林太太面拢红了。虽然收到吼，是讲境界如云不动吼，但是你啊看，收到大家真言，这种他要自卑甲伊的肯定，你啊看嘛，那是由内心发出的这种发意，是不是安尼？好，所以华喜充满，修道就是这样，每一天会当华喜充满，人间就充满了正能量。啊，无收到，若拄到讲，甲家己束缚，也是甲家己拘束。啊，每一天收到，虽然讲，啊，你着看会遮重要，啊，但是无一点仔生气吼。那么在咱修法过程中，即讲起来啦吼，其实叫做负能量。啊，咱所以修法就一定要有正能量。好，咱佛堂就是一个很大正能量的场所，所以咱大家来个这样，一定要吸收这种正能量。那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呢，啊。或许在中国大陆三年的这三年之中呢，也或许感受很深哈。从过去的这个内心里面的疑惑、猜忌、不安、恐惧、甚至慢慢的呢，透过这个三年的过程里面呢，慢慢的建立跟当地的人物做连结，一直到现在呢，在中国大陆可以讲说是不敢说是。遍地开花了，但是至少比给我改了，至少今嘛，每一天都有几百个囡仔入境，甲家长入境，尤其呢，入境的拢有伊这个微信家，早时啊一批，暗时啊一批，透早搁一批，吼、哦，每一个囡仔入境吼，拢读较早好听，啊，所以呢，比给我改了，受着咱丹老师的支持，讲吼，照着读经之念。甲当地的这个百姓来讲结成的以外，上重要一项任务要创啥？你敢知？当年你知无？啊？求道三宝精华。哦，我们一样要给他来一个爱的遗像，棒！哦，你看看，所以经过这地位真好。咱讲一句就知影啥？照着读经的因缘，咱去甲当地的山东的说。迄、那个同胞借着读这个，咱咪讲哦，大学教育、伦理、民主也好，读经的因缘解实在。虽然咱常常咧讲出话讲，未得佛缘，爱先安那，先结人缘，对无？未得佛缘以前，要先结人缘。人缘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人缘呐、啊、没有建立好，后面要推动这个佛缘也是很大的阻力。所以大陆上常常流行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要找关系。哈哈，当然是听我。伊讲哦，你代表爱啥有关系就无关系啦，但是若无关系，安尼就关系啦。安尼咱知影无？哦，虽然五月见面哦，可能有安排机会代表哦，啊，另外机会代表三年的过程哦，有啊，代表一寡许自信心甲过程也好，先让你们去理解，将来你们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呢。你们就很快融入在整个我们中国大陆神州大地，跟他们生活打成一片，好、哦，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一定要找关系。或许这一句话对或许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那么讲掉了就过过。咱有一边去到这个青岛的时阵吼，因为去到青岛，咱头下唔知爱去报啥流动户口，好、嗯，啊、哦，咱只有去报流动户口。嗯无哈，台湾现在差不多无啦。你要去报流动户口，因为虽然我们是住在台湾，跟中国大陆本来都是炎黄子孙，但是呢，在中国大陆他们的法规规定，我们台湾人也是外国人。所以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呢，三天之内一定要到当地的公安去报流动户口。
啊，好些过去拢报的迄个啥频率无悬，但是就是为着咧考啥，考当地的驾照。驾照就是给伊遐的车开车时，咱来考驾照。啊，要开驾照时吼，你爱有户籍证明。啊，你有户籍证明，你爱去当地的派出所，就是因讲的公安去报讲，啊，咱当时来遮住，啊，要住偌久。结果你敢知？好些甲前太太哦，两个安尼吼。好，我太太你看，来前太太亲戚你站起来，看一下没关系啦，站起来。你卖看也放心，看不得。好，我太太你看，收到愈来愈重要，你拢明白没有？所以大陆的很多现在很多那些老师啊，学生家长，包括很多学校的大学教授，看到他都这样说，徐老师以外的。现在都对他非常尊重。我两个去公安遐报的，我有我的台胞证送入去给伊，结果两个伊讲叫我两个坐飞机遐等，一等半点钟都无消息。我奇怪，安尼办的效率奈无像台湾效率奈尔紧。台湾你若是去公安机关时吼，叫你请坐，佫甲你判一规条，你认定着，底下是弄顺的嘛。你即马物件送去了，伊讲你去那边做，啊安尼尔，啊结果等足久个拢无回消息，无回消息，情形之下嘞，或许人家问讲，哎、欸、对不起啊，警察先生，我们证件送进去了，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回应？说等一下，我们的这个那上，伊的那个副处长哈、啊，副局长，叫警察局的那个副局长，他到外面巡逻啊，哦领导。巡逻还没领导没回来，都叫他们等，一等都要等要几半点钟，或许就发现说有一点苗头不太对劲了，哦，啊结果呢，因为等足久的啊，无甲你讲会使，啊嘛无甲你讲袂使安尼啦，啊我两个伫遐苦等，等到尾啊，我先才想着讲啊对吼、哦，当时咱未去代表进前吼，有一个住伫青岛的一个张建国先生。他曾经到台湾住过深岩山，也到花莲住在霍雪家，霍雪有招待过他一次。那他有跟霍雪交代一件事，说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碰到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啊，霍雪那时候请过，那就碰碰运气嘛哈，电话就给他卡了。我张先生，我进哈，你公安的哈，我的那个证件哦，从上面要几点钟啊，我进来都提不到哦。啊，到底会使袂使？我唔知，我唔知暗在边喏。因为我要去考这个驾照，我也要证件。啊，伊就甲咱好像讲，哎，是你倒一个公安。啊，咱好像讲，啊，着你青岛八大小都呀，反正我讲你唔知影啦。啊，拜你去，怎我都带你去看吼。讲迄个所在安尼啦。结果伊讲好，你等一下，各位先生，我电话拍过去吼，应该无介绍。不超过二十分钟，里面就一个类似主管，就请阮入去啦，请阮入去伊个办公厅。结果入去，那有一个讲迄个伊无伫哩，伊伫内底啊。阮两个正家放伫伊个桌顶，伊个桌顶啊，啊底下伊由这个主管亲自伫甲阮办阮个这个啥，办迄个流动户口啊。啊，好是伫边啊看，啊这个主管奈无叫业务办伊办。啊，咱好是采取干嘛？啊，结果怪你拍电脑吼，迄实在有够弱，电脑无啥用啊。拍来拍去拢拍无啥，好使安尼啦。啊，因为罗马拼音甲咱个台湾的迄个阿拉伯，迄个波峰波波的拼音无共款。啊，所以伊遐甲咱办到尾啊，终于办好了。办好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居留证的登记就给后写。我们两个证明嘛，然后后来就拿了这个证明，居住证明，然后拿了我的这个护照，也有外国证，我能赶紧去办我的科这个驾照这看。啊，当然出来，咱第一个就拍了那个张建国，我说：“哎呀，张先生，谢谢你啊，我现在终于出来了，离开公安了。”我说：“哇，怎么会差那么多了？”他就跟后生说：“哎呀，你不知道，在大陆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但没关系你要找关系啊。”啊，刚好啊，好险拄好找着关系就对啦。伊讲吼，因为这个当地的公安吼，伊的这个级数无像海关的公安遐高啦。
还有这个张先生，伊拄拄啊伫这个海关上班退落了，伊本身做物业，啊伊海关有足侪这个朋友，所以伊就打电话去迄个海关的公安了，甲讲吼，有一个公安的所在，就是或者讲迄八大社迄个派出所，内底有两个伊台湾的朋友，伊讲吼，这两个朋友吼，你保留就无卡，伊两个是我的好朋友，你唔好甲归来。一通电话，一切搞定。中国大陆即马属性吼，因为这个关系，即种的这个，咱咧讲，人甲人当中这个互相互动的关系，还是足紧的。所以大家讲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啊没关系呢？找关系？你会不会找关系？你台湾没有找关系，无变的，台湾改民主啊！但是呢，出门在外，在家靠有庙，啊出外是真可怕。还可以，中国大陆目前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呢，咱迄边在前景感觉讲，伫台湾内容国外哩大当中，咱真正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还好呢，目前吼，伫台湾吼，普通时吼，都较未见少啦，因为我这面皮较厚吼，有阵时我到朋友吼，三教九流拢总有啦，乌白两种啦拢总有啦，啊，伊在做生意做头路。有人是必须爱安尼做，但是呢，咱一路行修万德这条路，咱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咱是同理啊，但是不合，同理不合乎啦。所以一个人听，有社会就一个大人讲嘛，大人讲啊，咱今修万德，咱是咱离开社会呢，未使离开社会啊，对无？大家拢有生意啊，像阮这个羊驼啊。讲到羊驼热炸，羊驼比咱的房经理搁较早。房经理讲是正月初二啦吼，伊竟然是正月初二啦。啊，后下是二月十九，妈，迄个观音妈生就已经较早，搁不输房经理。房经理竟然正月初二，搁输一个正月初二，就是咱和尚的吼，咱这个真正这个羊驼大哥啊。啊，所以社会虽然是一个大人家。但是咱今日修道，咱就爱穿啥来？穿一缕莲花。咱知影吼，《爱莲说》内底修士哩讲啊，莲花出雾迷，离不了，对不对？莲花出雾迷而不染。就是讲，迄缕莲花呢，虽然伊这个污浊的烂泥巴内底生长，就亲像咱进去修炼，咱的心拢成就一缕莲花。但是咱周遭所有的这环境、因素、工作种种方面，这个五路的世间，就亲像污浊迄个地方。但是这缕莲花呢，却会当伫这个暖和当中，慢慢的透过着伊的生机，穿过水的束缚，然后突破水面，然后开出一缕非常庄严的莲花。所以伊。重要是伊个莲花的心不亮，所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滞，香掩益清，亭亭净止。所以莲花在里头，可远观而不可什么亵玩焉。所以你看到莲花，是不是感觉内心内底会自然庄严，对不对？啊，看到莲花来个欣赏，但是咱自己啊，未去用咱种的这个，咱你讲吼，傲慢的心态去面对它，亲像咱种修炼同款，虽然咱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咱面对的除了一天内底所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搁有啥？搁有八风啊，趁机回忆力衰骨热，这些东西你甲咱做啥？你甲咱做足多正向的一个考验。但是你心中有莲花，你心中的心保持清净无染，你不管是在什么款的环境、什么款的环境、什么款的因缘，你就是你，见就是见。所以咱的心来当保持像莲花安尼，来当塑造着咱庄严的修法的环境。咱的心其实未去想的太多，所以一个以心停住的分数。无因环境困境而来变质，对不对？所以无变质就是咱所不为，行无不为，
受贫贱天无贫贱，受疫疫天无疫疫，受患难天无患难。在咱的生活当中，无管你是伫台湾，无管你是伫国外，无管你是台湾外面，但是你心中去你念佛，永远甲保持住。其实呢，人生你去到倒来，拢是净土。所以由这个观念来讲，真正净土，唔是你外口的环境，而是伫咱内底内心真正清净的心境，对不对？真正的清净不在外，而在内。所以佛向内修，不能向外看。佛向心中坐，莫向身外求。身外求都是一种幻象变化。但是呢，足济兄弟姊妹，包括咱修行兄弟姊妹，拢差不多会把这个现状的环境当作就是伊认为这个环境的一时性。比咱今个想法多，迄种个自己爱坚持的立场搁较大。啊，所以咱个心呢，在这个无意当中，就受着外境去甲咱变化，去甲咱影响。那么佛讲讲啊，外口这个环境一切拢是成住坏空，伊拢是变化的环境，伊拢无法度保持常态不变的。随着时间、空间、因素、因缘，其实呢。这个环境都在变，包括咱家己同款。吼、哦，过去我会记你讲，像我孙仔安尼才几岁尔，即马讲已经到阮这个当年，阮三个拢当年吼。房经理嘛是1945年吼，阿浩是嘛1945年吼。啊，迄个啥，浩是我们三个都是1955年的，都是属羊的，羊妹妹就对了，吼、哦。只是他是羊口，他是羊中，是羊尾啊，三个算起来是这样子的。好、哦，随着岁月，随着时间变化嘛，那话讲，哎呦，头发白啊嘞，头发白啊嘞，目眉嘛白啊嘞，即马吹出去靠船，我嘛有看到白啊嘞啊，啊白代表啥物啊？代表咱的这个身体机能已经慢慢怎么样退化？啊，为什么退化？咱的新陈代谢越来越慢，代表就是啥？咱的这个色心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哦，咱有感觉咱的这个身体健康，也有当时咱讲吼，一年不如一年。啊，有的人较侪岁吼，一月不如一月；有的人搁较严重的，一日不如一日；搁较严重的，一时不如一时。所以咱的生命的过程，其实讲起来，这叫做无常。咱无可能永远保持就是讲健康无病的状态。无法度保持讲，永远都是年轻力壮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上天给咱的机会就是说，咱去体悟了，透过修行智慧观照，咱会当去善用，善用你的生命，好、哦，善用你周边的一些的因缘，善用你一切的能力。啊，你善用这些善缘、因缘、甲缘缘要创啥？就是要做咱家己，给咱家己透过着这个环境的过程。对咱的这种冲击甲改变，予咱的心境会当悠然自适，如何成事？啊，然后经历事，啊再中意。每一个人人生的过程，受到重大的冲击当中，伊的记忆是一世人当中是上盖深的，上盖深。所以呢，有下呢，去中国代表常常在中国当中跟咱分享，就是讲人啊，有来有去，对不对？对不对？啊、哦，有来有去，就是讲有生有死啦。啊，咱当时来，咱唔知嘛吼，我一声生就一讲来嘛。但是当时要走，咱也唔知嘛。啊、哦，但是呢，人拢有这个有来有去，叫做生死，对不对？嗯、那么生死伊的距离到底偌远？各位姐妹们，单生死他们距离有多远？很近啊。生死的距离在哪里？呼吸之间。一口气吸入吧，搁吐露出去，心跳70下安尼正常，对不对？但是一口气呐吸入吧，啊吐出去，啊搁吸袂入吧，安尼心跳停止，安尼你的人生就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休止符就是停止啊，袂叮当啊，袂叮当代表啥？咱的生命到一个周期结束了。所以生死亡，其实生死离亡。所以咱今仔一旦呼吸，
目睭会当看，耳会当听，脚会当听动，嘴会当讲话，搁会食物件，还搁会当去只听听见文化，咱真正爱做感恩。尤其咱若想讲我，我即已经，咱63嘛吼，虚岁嘛，对不对？虚岁63嘛。你啊看，人生70过来去，70除了63，过几年？7年。大陆的七是比这样，我头发想看无？1、2、3、4、5、6、7，里面七是不是比这样？哦，这样啦，哦，这样叫七啦吼。啊，你讲七你敢看无？你嘛看无啦。我倒是讲七，啊，这是哪？这是薄啊。啊，我说我们的七是这样，啊，这个是什么？八。这个是饼，你带来是饼哈、啊。所以你这家一定爱饼哦，这无饼的吼。那数字你带来算拢安尼，七是安尼，啊，八是安尼。啊，咱安尼是哪？安尼是没有啊？安尼是 seven， 安尼是七对不对？安尼八是安尼嘛？啊，九是安尼，啊，十是安尼嘛？对不对？大约跟咱无同吧。好、哦、啊，所以你看，人生其实过来，你经过这个人生的岁月洗礼，甲想想的，亲啊，甲亲亲的，甲拄拄的，那准做讲啊，拄70岁，到70岁后，是咱生命最后的一个目标，到达一个顶端的时阵。哎、欸，我们剩下7年，啊，这个7年快不快？很快，足紧嘞。或许你只讲吃去大量尔，讲八一年讲，今仔已经11月几日，今仔几日？今仔几日？24。今天10月24号，安尼记住啊。换个神，已经在大陆待了3年，但是这3年内底呢，确实互相啊足深的感受。如果咱若这3年，咱若无去中国大陆待伫青岛，无伫遐待上了3年1000多的时间的话，可能咱或许即卖思想啊，甲即卖体质，会甲无去当中呢差别足大，真正足大。所以人生呢，拢是一种生命的洗礼，透过生命的洗礼，咱去感受、去感叹，在成住快空里面。有喜怒哀乐，啊，有成败，有顺利，这些因缘其实咱透过的啥？透过的今日咱得到、受到、求到这个因缘，咱为这点来看到出，那你发觉讲，其实人生这个就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色彩，咱的生命过程的色彩，啊，这个色彩呢，就是咱。在过程当中，先前的咱的心情以外，会当予咱的这个祖先，让个张伸张的它的张力。所以咱修行很重要，我是个人感觉讲，这条路行咧到底，会使讲是非常非常有艰难。哦，当然不管讲我以后会活到70岁，还是无到70岁，还是80岁、90岁吼，迄种基础啦。上界面就是讲，咱会当在咱优先级的。已经得到多了解多了，咱会当把握咱每一工的生命规律。好，咱的时间，拢爱靠咱家己去掌握。时间爱靠家己去掌握，因为时间是公平的嘛。大家人不管是啥物人，拢是有时间的。但是伫时间间，咱有上班当中有咧休息，有咧把握，有咧珍惜，这个过程会创造咱生命另外一个高峰。所以。或许除了这3年之中的，也是以外，更加感恩咱的点老师，一路来对或许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以外，还佫对这个坚果在中国大陆，哦，在推动的过程遇到这些瓶颈的，也或许的指引。所以咱或许当在一路3年当中呢，啊，慢慢的稳定的行过。所以今摆你大陆呢，啊。甲咱台湾人啊，除了宗教信仰伊无开放以外，其实咱伫中国大陆的生活的天数啊吼，甲台湾无差太济。迄边除了咱伫读这个四书五经以外，吼、哦，咱时常去到各地去演讲，然后去做师资培训，教遐个囡仔读经，教遐个老师，教这个家长的来训练这个工。刚读经的老师的这个经验，另外叫做师资培训。另外一方面就是，伫当地呢，咱来形成一个成人读经，
成人读经呢，不是教囡仔同款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人之性，我唔是安尼哦。是透过像咱今仔日用安尼读的这《六祖坛经》，这个经文读过了，内底有啥经的义？这个义在先人读经当中呢，就好利用这个义呢，开始去解说的经典内底的内涵的词。那各位一个人可能会去感受的吼，对中国大陆，你若会当，不管是讲儒经、讲道经、讲佛经，你只要会当把经，会当把伊论述讲了有条有理，当地的所有的遐个兄弟姊妹，听到你咧解说经典当中，目屎流了，目屎流了代表啥意思？感动。感动的亲像咱师父在听咱细孙，吼、哦，伫第十部当中，听着咱细孙所讲的这个无上大法，内心就很激动。伊讲伊就有生以来，将来面前文是如是诚实经典，大陆人的心就亲像师父的迄种心，后下的感受就是讲，足侪人为足远的听着讲咱佛性住伫青岛。专工为足远的，比如讲菏泽、东引，还是做临沂，迄坐车啊坐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哦，透早坐车过来，甲后下见面讲话，讲无差不多七点钟，啊，搁爱坐车倒去。但是因讲较奇怪啦，伊去到咱遐时吼，咱伫即个青岛有成立一个读经班，读经班咱有一个贵宾室，就是专门咧泡茶招待的所在。咱旁边就知影吼，旁边人就知影。咱好像坐伫遐，要讲咱推动国学的一寡理念互听，还袂讲呢，伊讲看到国学，讲目屎流。国学讲哎呦，哇、哦啊，这个是真正是无上大法的，还袂讲我半句，啊，看到国学讲目屎流。因为伊早讲咱是为台湾来，从台湾去的，如今推广老师。但是呢，一看到后学，他眼泪流下来。后学跟他分析、分享为什么要读经、读经的意义以及儿童教育这个过程，他边听边流眼泪。哎呀，太多太多这种例子。有一位叫做朱教授，朱教授叫做朱化凤，朱化凤，朱化凤啊。就是他是伊是咧代表一间即个植物大学，伫教即个化生物的博士，爱伫啊教大学的即个课程。那么伊甲有啊实习是因为咱去植物大学去讲即个特定的理论，安尼实习，实习了吼，啊就来好些做者。啊，啊简太太你有知影吼，伊最好做疗愈。啊，食台湾的料理，啊，听台湾的道理吼。伊敢若边听你在阐述的过程呢，伊咧卫生纸吼在七宝地标。我讲我啊，人敢真正讲会感动到这个程度啊？啊，确实是如此。啊，迄毋是讲，迄毋是讲啥物物件去甲刊印出来，而是当他接触到这个道的时候，你跟他讲道。他的内心里面澎湃汹涌，非常非常感动。一个大学教授，所以咱伫台湾，我感觉讲道尊严，因为安那咱太容易，哈尼好的佛堂，哈尼好的设备，哈尼清净的环境，啊，佮有遮个哈尼好的这个整个设备，咱逐天在这个生活当中，咱已经有一个叫做惯性，比较个生活的常态的惯性。咱已经去予这个环境把咱同化，咱就去感受。但是你中国大陆呢，毋是像咱想安尼，因个生活环境无咱那好。你捌听过一种药叫做马扎？捌听过？马。你捌看过童子经伊坐椅啊？哦，没有。童子经坐椅啊，就是两地夹起来，啊，天开啊，一块磅土有无？迄坐咧头壳压低低啊，差不多可能超过正手啊高吼，八寸啊九寸，迄叫做马掌。
你叫我代表迄个麻杂吼，像咱咧开班时阵无拄啊无一样咧。开班的时阵是这个物件拢总无咧，空间是这个三分之一尔咧。啊，大家人拢总坐伫麻杂啊，坐咧啊吐尔咧咧听。但是虽然讲迄个环境无咱台湾遐尔啊富足，遐尔啊方便，遐尔啊好势，但是每一个人咧听班迄种的精神的专注。咱安尼看的是咱有心来对真正，深受感动。他们对着这个道的这种的这个追求吼，因为真正咱一个人哦，喙干足久啊，已经喙干足久的，哦，我都已经喙干差不多两三天拢无啉着水了吼。啊，忽然间有一杯水啦，安尼抿着迄个感受吼，迄无法跟用语言去表达。那么道就是传到中国来。就亲像安尼个即个状况，安尼个情形，所以遐无管是大学教授，无管是老师，无管是家长，无管是一般个遐做生意个遐个大陆人，伊若有迄个因缘，有迄个机会，坐伫遐听咱讲道理，吼，像咱房间里去听房间里讲道理，来听咱经理去听经理讲道理，很多人啊都是泪流满面，到现在甲即满。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太需要，太需要我们。所以，民主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非常自在、非常民主的一个大环境。但是，咱在台湾，咱来知影，台湾是实际上是一个酝酿诸佛菩萨的一个宝岛。所以过去有人讲台湾叫啥蓬莱仙岛，在台湾就是培养活菩萨的地方。但是呢，培养的成熟的这些种子要怎么样？迄个经济不用甲新鲜，亲像鱼啊、大肠爱安怎？爱开始去分栽，爱去分栽。所以呢，咱今老师主笔吼，可能讲咱这鱼啊已经无分栽吼，可能吼是要大时无啥营养，所以派来去给我代表。所以分栽起了呢，咱另外生命力又落一个新的土地上开始成长，将来会当生长、开花、生出了搁较侪一个果实。所以咱每一个人，只要你台湾修养很多，千万莫妄想讲啊，我就这样过一生，不是这样子。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憧憬、无限的理想。所以如果各位青年，你若温顺机会啦吼，啊，相信咱今日书记来赞同啦吼，允许之下可以的话，或者在这个地方诚挚的邀请各位前线到青岛去，因为唯有着恁真正吼，机票买坐飞机到青岛，或者你接你那边朋友吼，或者你要买车啊去机场接你。啊，看是要住一个月，还是要住两个月，还是要住半个月，还是要住一礼拜？哦，像咱过来人，咱要去几工？一礼拜。一礼拜，哦，加过遐来，哦，你无哦，加咱房间里，哦，无管你去一礼拜、十工、半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拢无要紧，你们自己去亲证，去亲证，或许说讲的这个。内心里面的感受分享给在座各位亲人，你去感受，你只是听修尔啦，听修甲真正迄、那个真正身体力行去接触的迄种的体会感受是天人之别啦。所以如果若有可能，就啊希望讲各位亲人吼，那一旦把着迄个空位适当的安排了。但甲咱张老师清示一下，讲要准备吼，就他想要去钓国台咯，几点啊？去青岛，或者到你遐，你来去抓酒，或者无你遐，几点去青岛？来去青岛遐，来去青岛，去认识很多当地的那个兄弟姐妹。为什么或许会鼓励咱来去青岛？因为顶个月上个月，啊，李老师几月几啊？九月十五。九月吗？阴历九月十五。哦，阿婆历十月吧。他去世那一天，十月几啊？九月十五。
五五大典，伊是讲农历啦。哦，农历九月十五啊，啊，因为国历嘛应该是十月十五啦，因为差一日嘛。咱的李人住伫青岛里村，今年一百零四岁，伊的功德圆满，功德圆满，回天家祭。那么，咱李老迄在迄边走进前吼，又做一个动作，甲处理的动作。伊是中道离开的，但是呢，伊迄中道进前，忽然间吼，伊倒床倒落几日啊，啊，无啥食物件，身躯会使讲是皮包骨啊，皮包骨哦，但是伊个头壳吼，好，敢若金光头的，清清楚楚。一百碰四回，一点啊！老人痴呆退化，拢总无。你甲问啥物道理，伊头也随甲你反映出来。伊迄早起起来无偌久，甲伊叫人才甲问者，你创来呾？嘿吼哈吼吼，你也不能讲我哩啦。哦，即个身胆轻骨呢，遐人才是讲哇，你老怎么忽然间都喊你不忽然间甲你起来呢？你身胆轻骨是讲可能是？诶，身体已经慢慢改观了，唔早讲，迄是没办法走。结果呢，伊身上筋骨啊倒了，一条大汉走。原来伊就是讲，我已经要离开啊嘛，要离开之前吼，体能小我本领较好势的，然后伊安尼逍遥自在离开。那么李老，各位先生，李老是咱的师尊，师尊咱知啦吼，咱的何老前人的师父，咱的师尊啦吼。李老是咱的师尊，最后寿命的末代祖师，是咱的师尊亲自亲点寿命。第七个，那么伊是咱的师尊，最后奉命，最后一波的点灯师，当然，啊，我属于伊的资历来讲，啊，我足尔啊浅，拄拄开始尔嘛，伊二十几岁就寿命了嘛。那么伊的学历是山东济洛大学毕业。较早收留遐个邓老师，大家学问有够饱嘞，迄大家学术涵养遐拢有够好嘞。啊，学术涵养有够好，你看嘛，得到多了，你看嘛，真的是全心投入，一生就是修大道。所以你看，咱当时来到台湾有十八个人对无？咱称为十八支脉。十八支脉，十八个前人来台湾。其实呢，如果说以另外一个角度改阐述的哈，他们是逃难过来的。因为你若无走过来台湾，无走去日本，无走去韩国，无走去美国、澳洲，其实在中国大陆要存活机会是零了。零啊，只有是零啊。但是李老伊为虾米活到活到一百公尺？唔是变变顺顺呢？去用关于个，关于个你知无？去用共产党关于干关于个，伊甲好势讲讲吼，我若过第三届进去吼，就免出来了。第三届如果关于就免出来了，表示讲伊可能命我都喊你输出来。那所以说，伊一个一百零四岁的老顶禅师，一路行过来，经过。足济的这个考验，敢若光文革斗争这些，因为伊比大陆的去予人当作是大地主伫斗争。啊，迄个斗争吼，咱有看咱迄个报章杂志啊，报纸咧写吼，甲一个人头递一个尖尖的迄个纸做迄个无，像咱咧做迄个啥物，迄个手头是毋是做一个尖尖的塔？啊，迄个塔底塔顶。啊，写伊个名，讲互你三万侪有无？啊，手头啊后壁是油鸡啊，啊，大家甲天啊，大家甲武将啊，武将啊死啊。啊，咱过是讲，这伫台湾应该是无可能，但是伫台湾是足正常，迄个是斗争。那么斗争过一个更加恐怖的是讲，这个人呢，除了互地膜啊、白电去油鸡以外，阿妈棍用迄个细条，迄、那个咱你讲吼，迄、那个十八花的铁线。十八番就足油的吼，铁线两边拢绑两块绳啊，一边绑两块，一边绑两块，然后呢，把迄个铁线过哩落，过哩阿妈棍遮，
咱阿妈棍顶上吊一个这个脊椎哈，脊椎甲脊椎是有胖对无？啊胖就是遐个神经甲迄个肉包着嘛。啊，但是迄条气线安尼跨去遮跨着，迄就像一支刀安尼挂伫阿妈棍下款，啊毋是挂着咧，安去行。啊，你行落来想看嘛，啊你行落是会叮当，对无？啊你叮当时，叮当正面正面这个砖啊就伸着，叮当倒面倒面这个砖啊伸着伸着。啊！你伸的时阵，迄砖仔重量，安尼切落来，敢若迄条铁线像一条刀啊，把这个皮挂破了，啊跩镶入伊迄个肌肉内底，镶入肌肉内底，来，我哩含含含甲骨头内底，将迄个头来来挂。咱伫遮听修炼学道吼，听着真几只讲可以。感觉讲啊，你敢若咧讲故事吼，啊有影真是故事，但是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啦。但是伫中国材料，确实当时为着要推动、要办好、要动员姊妹，付出了足够、足够惨痛代价。但是你看，咱遐前辈者，愈考验伊的心志愈坚定，啊，愈考验心志愈坚定。所以若无伊，过去一个过去遐尼坚定的修办道理念，那么咱今仔日过一阵，咱要来得到修道，这个机会一定是非常少。就亲像咱即摆去甲台湾办道来看，因足侪人吼，知影讲吼，修行学道袂歹，啊，但是到底道理啥物，伊毋知，伊毋知。包括即摆去台湾办道，迄三字拢讲袂难过。第三字啊，咱知影多三字无？太太，哈、嗯？太、啊。较大声，我见真袂听啦。哦，你笨到哎，那三个字不能讲。嘿，伊你讲先，手过来咧串，不能讲啊，手咧串，真正串咧，真正串咧。可见讲你啊看，伊叫我代表共产党去统治人民的这个信用的这种的这压力看法多。但今天台湾。上计是讲我迄落吼，拢请入去内底遐，甲你问问咧。有当时吼，甲你关关咧，啊，甲你安怎，啊，嘛是甲你动着对无？哎，话字面拢无出来。所以李老人家讲，他如果在被关地，他是命就没了。但是你也想看嘛，在遐尼恶劣环境，都有等于无？没有，大没有断。里面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以安尼求道，安尼修道。啊、哦！伊安尼求道，安尼修道，求到道了后，大家知影讲，这个道是啥？但是呢，平常时大家你交谈、你互动的时阵吼，心知肚明，那是嘴巴不会讲。安尼各位前人知道，大概整个大陆吼、哦、概略啦吼，伊的这个目前的状态是安尼。啊，所以咱的方丈师注意人讲讲，底下爱低调，啊、哦，低调。咱去人讲好啊，道经、地经、天人经、地经、一切经、万卷书，如念你都好势。啊、哦，你应该跟我来了吼，你若去触犯着伊的这条红线吼，你不管啥物状况，通通还你发扬掉。各位知道，实际我也有在中国大陆登记是人民团体宗教信仰一个组织。哦，啊，慈济委员底下山东乡嘛，慈济委员好上班，但是呢，因一届义工者差不多一千人了，马上要去国安领咖啡。为什么？集会不能超过他们规定的，袂当超过就对了。即嘛是较放松啊啦吼，无你较早若过几个人啊，无去报名去抓着吼，迄种就爱抓问啦。啊，所以去年慈济搁底下办义工者吼，点一半。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公安监管案例，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啊，后一位，咱两个嘛叫做享誉世界有名的净空。嗯。那在吗？净空法师。啊，净空老法师非常慈悲啊，伊的佛学的造诣有够好啊。嗯。但是呢，净空法师在中国大陆也被封杀。净空。没当去。甚至不但袂当去，阁用迄个先导法去甲筹划，阁啊筹划。但是净空法师伊每一届伊咧公开的这个媒体讲时，伊对习近平的赞叹不断的赞叹有加。
他没有一点因为中国大陆封杀而造成对中国大陆的偏见，没有，他甚至帮我这个的地位。所以咱一贯的，咱一贯的，经过过去长期的这个打压来到台湾，今嘛都咱你讲道有神州，再回去的时候呢，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但是咱的道去到迄个所在，咱爱推也未推，嘛是爱推啊，继续爱推，难行嘛爱推。所以咱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呢，中间就是讲，透过着咱本身的经验，甲历史的种种的这种的这个经验累积起来。所以咱等下都下来，然后就讲讲，不要急着渡人，最重要一点爱甲啥，爱甲中国大陆这个工作做稳定。稳定就是要爱用着啥，用着即摆中国目前因所认同的，去年啊。习大大，人家跟着我的习大大，习近平嘛，也称为习大大啊。习大大正式宣布说，中国大陆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要从娃娃抓起。也就是讲，为今嘛的开始，中国爱开始读书什么的，而且爱为啥为迄囡仔去教育？所以因为伊宣布这个消息了。拄仔好，咱是伫2013年去参加这个活动，底下开始在做推广。到了2014年呢，习近平正式宣导，所以即摆伫中国呢形成了一个风气。例如啊，你有空应该也要去三个东西走一走啊。那边一点要需要咱台湾系的这个推动，他这个老师呢非常的迫切性。各位知影，咱家前前有一位叫做蔡宝敏，或者他系列那叫蔡宝敏啊，蔡宝敏他会点其实蔡宝敏修养很好，他的修持很好，伊讲起来虽然是个坤道，但是他修道也很厉害。迄个蔡宝敏蔡前前其实北京人民大学少年心理学院的一位叫做王院长。讲吼，伊要去甲全国吼开始咧推展这个国学啦，叫咱讲来配合伊去。我讲到底是外国，伊讲吼前中国大陆要跑一趟，可能爱几年，对不？我讲安尼不行，对不？我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伊讲那无嘛，我见那无，这位蔡老师也可以啊。我说蔡老师现在刚刚进来不大熟吼，他现在正在适应中。他说没关系。只要蔡老师站在旁边，他代表台湾的这个国学老师就可以了。方言你讲，安尼给几分？方言你有给几分？给30分啦。只要你站在那边，主持人讲，这位就是从台湾来的国学读经老师，安尼的话，你们讲我看过。安尼只能以那个啥，那个水平，提升30%。科给人工中国大陆他们迫切需要的这个文化的传统文化传承以外，加上了边管一个指令先布下来，习近平一句话交代了呢，是全国中国大陆一起动，你知道吗？然后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所以呢，你中国大陆起码是讲的读经老师非常的缺乏。所以上天也是慈悲的哈，加上我们是有这种睿智的，在2013年安排去祭口庙，那么或许印尼那种跟太太，太太啊，两个都背心快换了，手盘就有皮。简太太哈，讲实伊嘛做无简单嘞，比较虽然讲不是或许太太哈，但是内情不必亲的哈，或许去。2013年9月2日去济宁参加济公大典，倒回来，就甲太太讲讲吼，我们来去中国大陆好不好？伊嘛是小可憨憨讲好啊来。但是你敢知啊？前太太伊尾啊，伊讲哦，讲吼，要去中国大陆可能2年后、3年后代志就对啦。伊讲啊，应好啊，因为前太太讲应好啊，那你中国大陆呢？老婆就是领导，老婆说领导说 OK， 我后面就开始去规划了。什么时候要去买机票，什么时候动身，
结果我等代志拢总用好时间讲出，惊着伊讲，哈，我九月二八二十月回来吼，我十月底就恁请到，让他一时之间呢措手不及啊，心理上一点仔准备都无，啊，但是已经都点人书有交代落来，啊，前人也要或者说就或者到清朝去，然后去开始。